一男的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，你好，陈先生，你好，嘿，洪颖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市好，长好，嘿，请说。我是台南市议员陈朝来，哦，你好，陈议员，嘿，1993年我就加入民进党，嗯，做了3任的议员，是，嗯，那这个节目赖市长将这个问题诉诸媒体，我是觉得不应该把吴健保议员魔鬼化。第二个，赖市长也不应该玩政治。第三个，我们都可以不要工程配合款，但是我必须要向我们的台湾人民讲清楚，工程配合款是要经过会勘，会勘认为需要做，然后再由市政府发包，市政府发包以后由市政府监督，监工完了以后再由市政府审核核准给钱，是，所以根本没有工程弊案的问题。那台南县原来的台南县有32席的议员，台南市只有23席的议员，台南县的土地有2016平方公里，赖市长根本没有办法一个人去了解地方的需要，都需要透过辛苦选出来的议员，他们的基层民众反映给议员，然后由议员来反映给市府。如果说整个这样的小型工程都由赖市长来决定，伊都唔免做工课啊。那基于我们是民进党党团，是只有24席，没有过半。那没有过半，最大的理由就是赖市长，你怎么样领导？你怎么样去整合府会和谐？而不是台南市政府领导台南市议会。我肺腑之言，我就讲到这里。陈议员，陈议员，你好，你电话不要挂断好不好？好。你还是现任的民进党的议员吗？对。OK，那么你是属于24位那个部分就对了。对。好，那我想请教你，就是说你刚刚讲说，不要把吴健保魔鬼化。那我想对。请问你，谁把吴健保魔鬼化？那赖市长基于这个事情，四个院辖市都没有在讨论这个问题。那吴健保只是社会观感不好，但是不能代表他的为人处事是不好。对了，那谁呢？谁在魔鬼化他？那因为他诉诸媒体，哎，你媒体在污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谁在污蔑？那整个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。不，可是你还是没有证据啊，你不能讲说整个看起来啊。不是证据，你不需要。TVBS 也说这个问题，大话新闻也说这个问题，为什么高雄市不去说，台中市不去说，台北市、新北市不去说？对，那边没有那个问题呀。那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，我们都可以不要。哎，不是，我们都可以不要，他也可以不要。问题是府会要和谐。好，那陈议员，你刚刚讲说赖市长不应该玩政治，他哪里玩政治？啊，因为诉诸媒体。诉诸媒体叫玩政治，对，哦，对，是对。，OK，好，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请赖市长来回答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来啊，这个新竹的。